2018法国赛昨天结束了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国羽取得三冠一亚的成绩，其中获双亚四2-0战胜韩国组合，继上周丹麦赛夺冠后背靠背到法国赛再次问鼎，男双小将韩成凯、周浩东再次击败小黄人夺冠，陈龙在和石宇奇的内战中战胜石头夺冠，获得久违的冠军 10.28 再过陈龙 21-17-21-19 石宇奇山口西 22-2017-21-21-13 戴资颖松本麻佑永元和可奈 21-14-21-194 脱衣娃姐妹韩成凯周浩东 23-218-21-21-17 级低温苏卡木约正思维黄雅琼 21-19-21-14 区承载蔡尤丁冠军报男单陈龙中国女单山口西日本男双韩成凯周浩东中国女双松本麻佑永元和可奈日本混双正思维黄雅琼中国花絮一中日比拼中国羽三冠一亚日本二冠希望这种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国羽加油二在丹麦和法国的背靠背比赛中同时打入决赛的有戴资颖小黄人和雅思但只有雅思君拿到了冠军真是势不可挡。三陈龙击败势头夺冠龙哥好久没拿到过冠军上次夺冠还是2017年中国赛上击败的是安赛龙本赛季表现一般亚锦赛决赛不敌桃田贤斗世锦赛半决赛不敌石宇奇四山口西击败戴资颖和赛前预估有所偏差双方战绩被改写为山口西6胜7负仅次于英达农对小戴的战绩英达农12胜10负五男双国羽小将再次击败小黄人夺得他们首人 Super500 以上的冠军上次法国赛国羽男双夺冠的是2007年的风云是不是好久远了六小黄人未夺冠他们此前公开赛进决赛六次就夺冠的精神也被破七雅思夺下本赛季公开赛第六冠 Super 7503式的死战冠军马来西亚日本丹麦法国全部到手71算上世锦赛亚运会就是第八冠军印尼大师赛马来西亚公开赛世锦赛亚运会混双日本公开赛中国公开赛丹麦公开赛法国公开赛